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ld Man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玩这一款小游戏哈，它叫做《深海大猎杀》，它是在 Steam 版本上面有出的哦。那我在 Steam 上面买的，台币大概398块吧。那你们应该也是不懂这游戏在干嘛吧？反正呢，我讲一句话，你们就懂这是什么了。这个游戏叫做“大鱼吃小鱼”，好不好？就这么的简单。但是呢，这是一个大鱼吃小鱼的强化版本。好，个人看这个画风还蛮可爱的、啊。然后刚开始它好像是可以选择三个地区吧，一个是浅海，啊，一个是另外一个什么，反正这好像就是分三个生态啊。然后呢，这边会有难易度啊。那刚开始在玩的话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先玩简单一点的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就玩这个最一般的那个水池。啊，那这个水池的话，它这个比较不一样的是，它是有分种类的。啊，为什么读取这么久？哦，出现了。哦，它是有分种类的哈。然后呢，它这边还会有就是一个介绍啊，就是 WS Shift 跟一些技能啊、哦。这到时候我们再来看怎么玩啊、哦，都是英文，有点看不太懂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现在开始游戏之后呢，它会有很多种鱼类让你选择。目前只到这一只，这只看起来像是那个啦，我忘记那叫什么鱼了，长胡须的那个鲤鱼是不是？还是什么石斑鱼？不是吧？鱼龙是不是龙鱼哦？啊，忘记了。然后这个看起来就像是食人鱼嘛，这看起来就像食人鱼。然后呢，你每过完一次，还是或是死掉了，会有这个金币。啊，这金币可以拿来购买这些鱼类。那我们现在就先从最一般的开始哈 ，free 啊，倒数321，啊，我们就直接进入选单了，对不对？进入这游戏画面，啊，有了。一开始我是一般的小鱼儿，哦，右键是吸肉的感觉，好像是吸东西的感觉，左键是咬击，然后这个鱼好像没有技能的样子，哦，然后我们只能挑那种小鱼吃，哎、欸，这好酷哦，哇，这是盔甲哎、欸，我要吃什么才可以长大呢？我为什么咬不到啊？过来啊，有了，哎，咬不死哎、欸。哎，这是我的，不要，大哥，我又要死了！啊，到底要怎么赚钱？我现在是0块钱哎、欸，别跑啊，过来啊，大哥，你看起来很好吃啊，咬你，咬不到，表示难过。快点！我很好，你看起来很好吃。哎、欸，他躲在缝隙里面了。别这样啊！有没有可以调整第一人称视角啊？这样我会学会比较好咬一点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距离很难抓。有了，咬到一只了。变成肉了。哦，右键是把它吸过来会变经验值。哎、欸，感觉也不是啊。右键的吸到底有什么用？哇，又湍急河流了。趁现在，有，咬住，碎了。哎、欸，那个肉是我的、啊，那个肉是我的 ，yes， 有经验值。哎、欸，那可以到岸上、欸，哎，到岸上好像会被老鹰，会被鱼那个鸟类抓走这样子，还是比较好的。好，我们顺着这个水流，往水流走好了。哦，掉下去了。哦，哇，这里感觉更恐怖，这是什么古罗马的盾牌啊？食人巨婴吗？还是说我现在是早期可以吃一点海藻之类的，提升我们的经验值啊？来，哦，看到小鱼儿，哎，不是，这是伙伴啊，怎么都没看到半只小鱼儿？简单模式小鱼儿都不见了吗？哪里个？难道说简单模式的小鱼都不见了？这边有一只，哇哦哦哦，我的，哎，好，你要跑去哪？卖照啊你，你卖照，哇，他们这很凶残，嘿，哎，抓你，哦，掉下来了，啊，算了，追不到，放弃了。那鱼游的速度比我还快哦，原来 Shift 是加速我，抱歉，我一直忘记我有 Shift 这功能了，失礼了，这边躲一只啊，
抓抓抓到抓到，按住是不是会咬住啊？会咬住会咬住所以说我可以用咬的让他们直接失血过多而亡啊！有没有看我现在咬住了？咬住你，咬不死啊！咬住咬住，咬咬，别跑！咬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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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咬咬咬咬咬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好了，有我经验值了，哇！果然是简单模式简单多了，还有一只鱼跑去哪里了？是这个？好，关厕所大法。嗯，好吃好吃好吃！哇，我五块钱嘞，等级二了，太好了，我比之前更强大了。我们继续找一些鱼哈，这就是一个鱼吃鱼的游戏啊，大鱼吃小鱼啊，看你可以是生存多久呢？哦，这个龙虾我可以跟他 PK 吗？咬死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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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咬死你！啊，我们现在要越级打怪了，你知道吗？这种，拜托，这种哦，就是要咬这一种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这个肉我的、啊，喂，哎，不要吃我的肉啊！吃我的肉，快点！干什么东西？干什么东西？吃我的肉，右键是被把它吸起来，是不是？升级了，等级三，感觉有点变，比之前更大只了，有没有？有啦有啦，比之前更大只。把你吃掉，把你吃掉，吃掉，吃掉，吃掉你。我们用右键可以把肉吸下来变经验值。原来是用右键吸肉肉，那边有一只比较肥的，就是你了，跑！你别跑、啊、抱歉，吃太饱了、最近有点太会吃，吃太饱游不动啊，好吧，那我们再去看一下别的啊，我们早往这边走了，小鱼儿，有随便吃都有，随便吃都有。而且这个越吃体型会越大，还蛮猛的啊！过来过来，就是这样，跑嘞！哇，我变更肥了，等级四就是不一样。哼，会不会大到之后没有大到之后可以直接跟那个食人鱼匹敌啊？我刚刚那边看到一只食人鱼，这只应该可以打了吧？这只可以了吧？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！谁比较强啊？你比较强，你要我四 D， 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！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居然围殴！哇！刚刚直接围殴我们的那个鱼群居然是会围殴的真想不到啊！我刚刚以为我要死了，我被一个神救援，哇，好多肉块啊！这个肉块实在太多了，吸一下吸一下经验值，耶 ，baby。就是这样，就这样，非常好。快点，通通都给我，我要升级啊！我要越变越大只啊，等级五了。哇，那我这边会跟我的那个小跟班啊，真正强大的呢，不是单体啊，群体攻击唯有一只才是强者啊！哇，超强了！没有到，算了，又是你，单挑啊，单挑，单挑，单挑，围殴他，围殴他，就是这样，围殴他，是不是？嫩，来吸经验值时间。哇，我越来越肥了！你看，我靠！虽然我右边有伤口啊，但是还是很强的，好不好？你看我变超胖了，要怎么切视角啊？按住中间可以切视角看一下，哇，我好凶哦，越凶越，而且这右边的是胎记是吧？没关系，我现在很肥，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，咬死你啊，吃了你是吧？快点嗑掉，多拿一点经验值，我想要把这只练到十等，应该是可以练到十等啊。依照这种进度来看，是可以练到十等。
嘿嘿嘿，卖照，卖照，哦，弹起来了，哇，原来我这个技能啊，等一下那什么，哦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那是鱼，抱歉，吓到了，我以为那是一个很大的鱼尾巴啊，吓死人了，别跑，哎，别跑别跑，你是我的，21经验值。一定要吸啦！如果你不吸的话，会没有钱。你看我现在吸了已经28块了。哦，我靠，我靠，我靠！那只不要，那只看起来很恐怖，先撤退。哦，这同类，同类不能咬。这只不错。哎呦，哦，不要看我，我知道你在看我，我知道你在看我啊。哦，原来右下角那个绿色是速度啊，剂量调速度啊。好的。哦，那会没体力，会游不快啊！不能无限冲刺就是了。好了，我们要看到其他鱼，这都是我们的同类。啊，其他鱼儿呢？这什么东西？骷髅鱼。这只是什么？哎，这是我们要的。咬了它，大家一起吃！哇，吃到掉下来了。啊，鱼呢？啊 ！Oh my god！ 我不能死！哎呀！说好的十等呢？被 gank 了！我该不会变小只了吧？哎、欸，看真的、欸！哎呦，变成等级一了啦！哦，烦呢、欸！我刚刚好不容易变那么肥，表示难过，没办法十等了。I'm sorry。表示哭哭，我居然被他给克掉了。想说刚刚都养那么胖，啊，我们现在28块，我们可以买什么鱼？看一下好了，我们可以买这只啊，还是买这只？还是等下40块直接买这只好了。啊，40块有点远呢。呵呵呵，啊，还有这边还有能力值，我买这只好了。好，我们花个20块买这，25块吧，买这一只。哦，买了，让它跑一下。哦，有点大只。等一下，它的攻击它是没有牙齿的、哦。那、它的技能呢、欸？它的技能怎么按？它那个右下角那是被动技吗？还是技能？哎、欸，经验值，经验值，请给我经验值。这是肉经验值，有咬到一个经验值了。所以说这只同类不能咬吧？好的，那个好像是被动技，然后那个技能是上面那个黑色大框框，那个才是技能。那我们是可以直接用含的把它含进去，有没有？根本不需要咬是吧？哦，我发现我用简单模式鱼好少哦，鱼真的不多哎、欸，感觉不怎么多。如果是困难模式，可能这游戏会更刺激啊！危机四伏，哎，有，哇，两下就咬掉了，两下就咬掉了，在哪里？找到了这只，卖照啦，卖照卖照，啊，挂了，咬一下就挂了。请你给我经验值，19经验值。我们应该要咬就挑那种螃蟹那一种的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我咬了之后可以直接把它右键吞下、哦，不需要把它咬成肉块吗？我刚刚是把它直接吞下去了。不晓得，哈哈哈哈，我唔知。没关系，到时候我看会不会抓个汉化包啊、哦，比较更了解这个鱼怎么玩。哎、欸，那边有个，哦，那是同类。想说找比自己体型差不多大的来攻击，经验值或许会更多一点。比如像这一只嘛，哇哇啊！被克掉了，好烂游戏，
没有啦，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啦，只是就是有点类似打发时间的小游戏啦。OK， 这个在 Steam 上面有在贩卖哦，398块。如果你们想玩，自己去买来玩哈，不要再问我有不，不要再问我这要不要钱了，好不好？这是要钱的，好不好？那么今天这个杀那个什么海底大猎杀就到这里为止啦。哦，那基本上呢这个游戏呢不止这些鱼类啦，我记得到后面好像还有很多啦，这可能要靠什么东西解锁之类的，好不好？那如果喜欢我影片呢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欢迎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次深海大猎杀再见啦，拜拜。